跟在地的企业来结合哈。但到了旗公之后，有一个伴手礼叫到了干妈藤，就是请我们林理事长哈，台旺帮科大设计系的同学哈，所以很简约，可是又很时尚。那中控股的话，就是在地的、当地的、当季的又应景，啊的请上类应景拜婚哈，都很棒。所以等一下大家哈，这三天你爱去工作要来看一下，来吃火锅羹。那还有其他的啦，林林总总尽在其中，那、啊、就请大家哈，慢慢的啊、去，特别有一个 MIT 专区，有40家，就是我们房仲所帮。还是一句话，一定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谢谢哦，谢谢。要记住那边哦，我刚好啊，会你们也是拜拜哦，那来到了去哈，那个电购哈啊啊，做个企业哈，叫第三好哈，三好。有啊，特别谢谢我们刘董事长，特别。好，谢谢我们医生姐哈，谢谢。好，谢谢。谢谢，江南广州朱云哈，与会所有的贵宾大家早安哈，很开心可以到各位老板、各位企业的先进哈，也首先也跟市长一样哈，以非常感谢的心情，感谢哈各位企业老板哈，在地哈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哈，可以提供在地哈，也是讲非常多的年轻人哈就业的机会了哈。这一点、是真的是非常肯定的、再来第二点、就是这一阵子今天茂谷刚起、真的是非常的丰盛，也非常的所以说、我们的市长跟我们的委员、都前往台北、甚至去新北市、替我们推销茂谷甘龙的一夜不过甘龙，对了、在这边、今天德勒市公所第一天、在德勒市公所那边开始茂谷柑开始在推销，有40多个非常优质的野生工，那些农民在那边卖了茂谷柑可以说送礼拜拜，是希望咱家所有的我们的企业老板如果有空的话，这三天可以前往野生工去选购我们的茂谷柑给感官的农。也预祝今天的我们的厂商的议会开会非常圆满顺利，一年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木林家俩，所以呢，尊敬木林安全厂商首先我拜托安道长的尊敬木林，义不容辞讲一次，安道长一力演，谢谢。待会儿正面的先导哈，好，在几分钟。看你是哪边，我几分钟。好，那谢谢。好，我们委员然后我们市长我们理事长以及我们分区的主任，大家好，然后以及我们产业的先进哈。现在讲这个，我们讨论讲政府的相关的一个补助措施政策来，我想说用这种方式来讲，就是说配合在这个地方发的法令的东西哈。首先我会讲到说，应该请问一下我们的举手。虽然看起来大概10% 左右而已，其实法律界有人在讲，就是说法律保持懂法律的人，其实补助也是一样，补助在补助的，政府有很多政策的工具都是要希望产业界来申请，然后有一些政策的一个方针经费，然后来协助我们企业来做升级，然后来做转型的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所以我等一下报告我们云林县的第一做一个说明，云林县有计划区域内开一家打我，然后看有没有协助，看是用亲自
那边来跟你们做了解，来做后续进一步的一个辅导都可以。好，所以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云林县政府这边相当重要的一个对于产业关怀的一个政策。再来，我们经济部里面，我刚刚讲到就是说，云林县地方型的 SBR， 它属于我们县我们地方型的 SBR， 这个补助款的上限，每家厂商大概100万而已。那有些厂商会觉得说，里面这一个我们受理申请计划公告的这个时间，就是你提出申请的时间就好了，在每年大概4月份左右。所以你如果想要申请，第一个把你的然后我想好之后，我去下载这个计划书，或者说你如果没有相关资讯，打掉，然后我们把计划。哦，咱是一个历史长吼，听生意，即摆吼，咱个李干事吼，当选的者吼，等下去后壁面吼，好，来，大哥接你，谢谢。我做宣布吼，咱李氏当选的名单吼，第一个廖宪平。60票，杨铁如59票，许文德59票，刘佑俊59票，林万忠59票，王成义59票，高成阳58票，张炳耀59票，李安东56票，王木金58票，谢明德58票，许世华56票，曾俊明58票。林景宽56票，谢孟普56票，以上这十第六届当选理事的名单吼，15位，咱大鼓掌咧，恭喜！好，咱的干事吼，有5席吼，第一位咧，廖成长59票，郑武仁59票。曾婉慧59票，林忠宏58票吼，以上是咱5位干事当选的名单吼，咱遮甲鼓掌恭喜吼。再来吼，咱来选迄个常务理事啦吼，常务理事吼，这15位来领票吼，选常务理事吼。这个票数吼，如果恁有异议啊啥吼，迄票拢会保存吼，保存一届两单来保存两单吼。算了啊。第一位廖宪平15票，常务理事。这部分啦吼，杨铁如15票，许文德15票，刘耀俊15票，林万忠15票，以上5位常务理事吼，来，本来咱15位理事要选一个理事长来，15位不是，来，算下呀，好，谢谢好好，来，今麦我慎重啊，好。今年咱拄仔咧正念先导吼，算归算安尼，煞未了遐时间。咱第六届理事长廖宪平15票，鼓掌咧。是恭喜食品啦吼，做食品的千层蛋糕啦吼，布丁啦吼，果冻啦吼，几十支的新的商品吼。啊，搁有连锁店，好势，感谢。北京，迄个西装做咧，也是毛有吧吼，有啦吼，好，哎，过来我上，有干事吼，上有干事，廖成长5票，动算来，多谢，富桥的副总经理来，阿英，来，
北啊，但是伊就是啊，伫工业区拢是代表安尼吼啊，感谢未来的感动吼，哎，迄个今年的感动吼，哎，麻烦你，谢谢，感谢你。好，今天哦，选举哦，圆满哦，产生哦，按家按所有的会大会代表，甲咱的啊，总部里，咱的理事、干事吼，啊，感谢你。啊，本来呢，本来我特别呢，哎，就是咱到港股呢，到港股刘万根吼，股长吼，伊伫遮服务42年5个月吼，哦，42年，使讲对少年时阵毕业了后呢，来工作呢，去服务。啊，真侪单位啦，不台北土城啦，我哋南部啦、闽南啦吼，啊，最后的落点呢，咱独立公司伊直接到来遮，佮回到转来独立公司伊，就是讲来到港府退休靠感情，所以呢特别申请呢，佮回去，所以伫40几年当中呢，咱公务人员呢顺利呢来退休呢，使讲吼。伊工作也忙吼，他付出真侪时间啦，对咱厂商的服务呢。那来，我们，这位来去讲啊。公在就公，哎，来，你正中间，正中间。来，那你干脆弄来这位来去讲啊。我把我把给你。
八年，两个来悄悄休息。所以讲，一路行来吼，我服务足一枪枪，啊枪枪嘛足大汉的哦，老大汉你知道？高台面，诶世界级的，有嘢咧，第一间我做房子，无人办，我做较早咧做咱的电视的客来。伊做啊，拄只要食饭，迄嘛，我甲服务着。啊，咱连到总会会长，叫做益州化工，哦对无？这土地买我们值，啊不10,000块，哎，讲卖16,000，嘛哎讲卖了伤早，吼，哦，益州化工，火焰牌的，嘛伫都市，伊伫咱老板内底做无啊？可以这么来人家，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吼，哦，无足一想象，来到人家富桥，我经理讲提供个出来，你要怎想了解？哦，无经验过，坐在上边啊，过老细了，提供出来是个，你请呀呀，唔知安那么一阵好啦。我来看现场，我一阵哦来个问下到袂恁处理，我讲你这富豪家，我来吃一个哦。啊，啊个，个问下到我哦，闽南阿伯啊，就吃一百，一百。看现场，啊，哦烟，哦烟烟嘛，啊都好，迄个后生咧，迄味道好走出来，我菜笋咧，底下咧吃哩吃，结果因。总裁夫人讲啦，安尼一个就好啊。所以讲，互正一工厂，安尼大大大起，哦，咱张爷嘛共款，张爷，因因咱来讲，本来要去宏远啊，用哎哎是到人家较好嘞，或者人较急个，哦，宏远也无，讲做两下车。这是我是足欢喜，今仔毕业得滴啊，啊就感谢各位长老，啊。多谢，对吧？啊，以后大家朋友吼，聚会吼，啊，祝各位身体健康，谢谢。啊，龙队吼，我拄仔接两回跟，跟你上节啦，给我们存了上。等下吼，啊欢喜的吼，就等下食饭甲敬酒的，不欢喜嘛爱甲敬者吼，哎，拜托啊，哎啊，咱新的理事长产生吼，啊，过来咱小学啉春酒了吼，元宵的时阵吼，元宵啊，大概迄时阵吼，我再甲新的理事长来参详迄时间，食春酒，啊来交接安尼吼。啊，大家作为李教授带来翕相，啊，我要邀请咱的新的啊理事长来讲几句话，啊，好，谢谢万庄理事长，各位在座的厂商朋友，大家晚大家好，好，今日有这个机会，来，那这个工业区。二十六年多，一路看着这个工业区哈，在蓬勃，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蛮萧条的，啊，蛮萧条的。那到现在我记得啦哈，我记得我刚进到这个工业区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地可以买，所以我刚开始前面10年是去租的。那个时候买一瓶好像是21,000块，21,000块，就是二手，要不做了，然后卖给这样子。后来啊，在这一边后边这里有一块地，啊，那个时候是政府用打52折跟54折来销售，市价好像是40,000块，但是打了52折以后剩20,000多块这样子。20,000多块，应该是5年前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区内的行情是多少呢？大概
六万到八万不等的哈，也有卖到六万多、七万多，最高好像卖到八万块都有。好，那一定所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业区，协和的一个工业区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尖锐的事情。那这个当然要感谢市长他们努力哦，一路不断的努力来跟所有厂商当一个平台跟政府的协商。那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关中理事长跟刘前理事长都是亚关德啦哈，他们都是大开大合，然后有很多外面的人脉关系。但是接下来我可能我比较会倾向说，搅动我们工业区里面的厂商们，大家多多来联谊。因为我们工业区里面，说真的我们是一个综合的工业区，综合工业区里面呢有各种不同行业都有哪一个行业是这里面独大的？没有包括像我做的是算是同业在这边也非常非常多。那这些同业们如果说能够把它整合，或者是说大家来交流资源来共享，尤其是我们中小企业，像刚刚县政府来做简报的时候，他有提到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政府的资源啊、学术的资源啊，其实非常丰富我们本身厂商跟厂商的资源也很丰富，不过呢就没有去整合，没有好好的去利用，这一点我是觉得比较可惜一点所以在新年度新任期以后，我也是会在我们里监事会里面来呼吁我们去做更多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内部彼此之间的交流整合，然后把资源引进来，让我们中小企业的各位老板们大家都可以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比较实际一点的资源可以运用那这样子期待我们这个工业区大家可以共同在这边成长，繁荣地方也让我们自己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那这是以上的期待。最后感谢关中理事长一路的提携也谢谢李县市们大家的支持，那要祝福在座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度旺旺来然后一路长虹，谢谢大家，谢谢伊的政策有政策产生这些政策的发表他的想法，新的李教授大家这个配合支持者对发表会输掉所以大家互相啦因为恁总算赢到西装不穿啦，伊家伙嘛我阿袂习惯，开始接阿袂抓伊，这即马大汉拢西装，伊对我开始呢就制服西装，所以咱啊规日到时会就拢穿制服所以伊就讲阿袂做多，我无做嘛，做歹势讲无服用这样因为大家规个一团队制服安得使，做背心嘛使所以他决定说我做西装不会不去的，所以我们感谢他鼓掌。大家一起麻烦请，麻烦一下。不对了，来来来，来，我夹过这边，我夹过这边。上路，来，我上来，来夹到，来。啊，哎，徐经理，来，来，你过来夹来夹。好了，再夹过来。来。对吧？对，最后一天。
坐一坐，坐一坐。那无人坐啦。来，啊，搁有无人？无无人坐。来来来，进来。阮姐姐。Thank you.
刘建国吼，教很好的吼，啊伊伊年咧看心情吼，啊维持咧高位置安尼啦吼，啊高奖了哦，校长，还有我们杨校长，对，不然现任的廖理事长，哦，那我们这里刘理事长，刘理事长你有时光吗？哦，这个情况不华山基金会哈，啊，不，对，啊不，伊个，即马阮个阮个李会姐哈，做中区的会长，哦，啊不，隔壁的我们阮会长，哦，啊不，前理事长，对，啊不，欧兄，哦，啊不，工程会那里，对，我在，我欧兄，欧世娇在那里。你如果怕光棍吼，啊，各位公车会那个全部那个中断书了吼，而且呢，这个疫情我落去我干明仔载去啊吼，所以头家牛啊，那个啊公司也是干牛的干部吼，大家晚安，大家好。食饭就免拍破啦，嘿，我等下第一出就鼻腔就歹势吼，真满意。啊，拄啊罗理事长特别甲我提醒，讲一定要叫秘书，我们是要叫。今仔日唔知啥物，真少健康。我一般卖讲坐地铁，我讲一点钟以上的吼。对，罗，你好啊，吼，就是2.98公里这个啦吼。啊，这人就是迄个啊，食物本长林代，甲咱个刘理事长吼，啊，林代理事长，甲真吼，大家共同拍拼，啊，就是希望啊，咱个啊，咱这厝商。咱要出货，也是要入货，过程内底有一条好方便的道路吼，免阁涉及于咱这个流动的征讨吼，伊迄个市民路迄个所在，中坜路啦吼，中坜路所在拍板，啊有而且阁有啊含迄个重量啦吼，含迄个吨数着，啊必须着啊甲，而且甲咱流动是咱这个基本的所在，啊但同时有这个过路问题，加上一寡这个啊。无欢喜的代志吼，这条路拍通以后，当然咱的车辆会增加这安全性吼，所以才简单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当然对于咱的产业，我相信投入要用心吼，啊，所以一日一休大概两摆啦吼。好所有的参加啦吼，拢会当来这个当来点赞吼，啊，同爱好同工会当理解，所以共同相赢吼，这是政府只有庞大的责任。啊，同时我个人感觉过一个所在也无够好啦吼，啊，佫会当有改善的空间，啊，同埋希望参加同济人吼，啊个。当适时提供不较好的意见，啊来完成个吼，啊会当来个新政府做较优化的建议吼，对啦吼，啊总统排一个是去桂林湾职业总工会，有够真侪工会一头要来坐谈吼，啊要来了解到底未来较进步的一个空间在哪吼，所以那如果邀请到人，或者特别叫做参加，用个建议吼，总统会当个。咱安尼做较好的这个连接。
做些相关的反应，刚才为总是希望啊，这个以后一百年哦，或者这个一百公顷，咱的姚理事长吼，林理事长，啊，各位理事长的带领之下，啊，各中区的咱的林理事长的带领之下吼，和咱啊，这个当然，这个当然区吼，各大各人区，啊，甲所有的各人区这的啊，做生意的时光，各朋友拢会当吼，业绩长虹啊。钱大赚，大赚钱，吼、哦！啊，大家人拢会当身体愈来愈好，身体健康，做啥物代志吼，拢总会愈来愈好，吼、哦！谢谢大家。就是，我足清楚个了解吼，伊历史片个即个中间吼，我甲伊啊甲义化行政院长吼。咱为着即摆到啦，吼、哦，咱第二入口，这里二点九八公里，奋斗足久，咱呢，这里委员到委员吼，尽心尽力，啊，伫立法院，甲我啊，啊，甲将代志敲定，啊，即摆已经吼，哦，蜕变成真紧，哦，这条路都通。啊，其实咱这个老委员吼，伫咱地方吼，我在最顶那咧，大家互动遮侪年吼，诶，这个关心哦，也深入了解，付出足侪心力哦。那我希望讲，咱哦在座的这个各位吼，伫咱遮诶这个。当署长，啊，包括咱的社区这里面吼，咱啊有机会，咱爱过来继续来支持，哦，咱会当予伊搁进一步，哦，搁来为咱大众来服务，哦，这是咱的心愿。呀，是不是来甲咱老委员吼鼓掌，甲鼓励一下吼？Thank you.
可以打到心痛，谢谢。李美惠会长，欢迎哈，来阮会长。
我们进入团队长，还有欧会长，欧世家欧会长，我们县政府秘书蔡子辉秘书，陈祥会长，啊，加在我们张理事长郭佩琪，啊，加在主任，刘长真，老伟帅。已经要下来，过年前就会到了哈，四十台的脚踏车哈。
就是我们营友三林哈，啊，这个德金会哈，啊，四十台优办哈，啊，你得三批啊，全家那个储值卡就可以骑个脚踏，可以还在十六火车站。啊，九零会车头的车头，诶，车买三零的拿来车头哈，这个你可以啊来。啊，婚礼后三岁家哈，特别跟大家预告一下啊，那我们有很多观光工厂也跟阿国大讲哈，我们啊，如果这个脚踏车一下来，他们也愿意自己跟 U 拜哈 ，U 拜啦，不是 U 拜，签约哦，而且诶，该签的二十，那九九农场跟亚文毛肉公园要进二十台哈，未来啊，阿国大希望冲到一百台哈，会使甲咱个遮个地方哦。有些厂商呢，啊，是一块的哈，啊，买下来由我们这个十六班哈，啊，也可以骑到林内去，买下便宜二三水库啦哈，啊，底下给大家报告一下，湖山水库二月一号就可以开放了，不用再预约哈，您家己本身你去看二三，都有办一个运动爱台湾啊那个活动。一罐六百块。
年菜，一户一户的送到这个老人的厝来啊咧。啊，因为今年较好，啊，希望大家会用来甲阮斗相啊。啊，目前阮全分人吼，搁欠400元啦。啊，是希望工业区每个人董事到我们布局的顺利这样子，谢谢。等你哦，你麻烦你哦，我别骗啦。啊，你若有要做好事的吼。